他就是在蹬脚呢。啊？哦。你是不想进水了呗？不想进，进差不多了。让他自己游，跟他玩呢。哇，一直在那，剩下一个回家了。男同学，就一直在那，剩下一个是吗？那狮子都没了，啥玩意儿？跑出去了，小燕子。哦，长大了呗。就是那地方有几只小燕子，应该是我们家。我们家那个，我们家那燕子多吗？应该是。